外温暖烫的时阵，哦，就是天上天上盖大，对咱上盖大的温度是来载着降落来，吼，咱载着，吼，咱每一个神人进入会当求着的，这个属性的果，来载着，有道行好求，有道行好修，咱才有道理。上天若无降落予咱，咱就活在这世间继续轮回。世间上吃解苦是啥？啊，苦最上面足注意吼，咱在了，互咱会当受得，互咱会当跳脱着轮回，所以体温够高。啊，输液呢？输液一般大部分拢咧讲咱的输出输入啦吼。啊，咱输出输入的液吼，够大，足大呢。啊，有诶人迄个吼。太久啊，啊，无讲做伙过啊，无法度感受过啊吼。就好比讲吼，咱的前辈仔，好比讲咱爸爸，的爸爸妈妈在讲较早吼，较早日子偌艰苦，较早都无物件好食，较早都爱食寒食。咱讲体会，咱是爱讲，歹体会，因为咱无拄过，咱就歹体会。啊，搁伊咱爸爸，起码这年纪来甲咱的时代来讲吼，讲阮妈妈较早好哩东西的时光。安怎吼？啊，较早吼拢无网络啊，吼嘛无电脑，你家己讲的时阵，迄你家己无法度体会，因为伊属于出世了，就是拢是网络的世界，电脑三 C 的世界，你家己讲较早无这个，无这个物件，伊嘛无法度去家己体会。所以讲，咱若无身历其境，咱无法度很难感同身受啦。啊，咱后续就用这种感觉来想，哎，是不是我因东西，穿这个好衣？领前面在办的时阵，咱拢知影，迄当时就是六十正当的时阵，吼，对无？迄阵在正经的，啊，咱即摆在遮尔啊和平的时阵吼，咱就歹去体会迄正经的时代的艰苦。但是咱事实是，我迄当时在宽容的时阵，正当的时阵，在遐尔烽火连天，在迄种的环境，啊，甲你倒传出去，啊，大陆是像台湾，台湾一点仔惊。大个是非常的大，啊！你甲刀传出去，如果是怎啊？遮尔现在遮尔发展吼，啊，查无声，我还用钱，遮尔大，去遐看，啊，遮尔传出去，啊，爱听免着去震惊吼，那个吼，在迄种环境，你甲刀传出去，够艰苦，就是吼，啊，是我。当时困得，困得就无是问题。咱是在做即摆困得遮尔济吼，咱爱照顾咱的事务。若无事务，交咱事务同样的，咱即摆无法度去困得同修。咱困得无遮尔好，会当修功德。所以事务的功德就是吼，事务的是吼，咱平时想困就爱用来当做。咱事务啊吼，咱知影事务是过小小的，过小小的，咱在正常人咧行吼。
好，那咱身躯内底有病毒嘛，啊，咱就是爱甲遐病毒家己害好死，好，大家害到好死，身躯嘛吼，咱身躯病也害好啊。
靠迄种靠信念的啦，所以讲咱这信念最重要，我爱看迄种信念、信念、信念，我爱甲发出来，爱好一种的吼，咱这世间也好，啊像咱今天嘛也有在国家咧讲吼，讲咱咧爱发这信念，哎呀，就是咧听大人讲的，爱报一个。对对对，咱若看到咱咧，看到迄灾难来的时阵啊吼，咱敢会较善念，较袂啦，吼、喔。咱是哦，拄到迄个，若看到咧，即个灾难来，就是发善念，开始念经吼，开始回向吼。啊，迄有时吼，咱较注意，咱就好听个时阵，过些咧讲，伊讲吼，伊若听到救护车个声，咱敢捌听过救护车？嗯我们的远大志向呀，普实见语于四方，将万众一心化为力量，谱下辉煌乐章。你讲吼，即马来个爱，本来远大的志向，爱个是这个。啊，咱讲远大志向，啊，咱的远大志向是啥？咱的远大志向是观察，咱的志向是咱。小心了事，咱家己要了发生死轮回。咱嘛希望讲，所有的人拢会当了发生死轮回，这就是咱远大的志向，对无？嗯。有吗？有啦，咱有些志向，这是咱的志向。但是呢，咱袂使让咱的志向，它只是一个志向。什么意思？咱的志向，咱哪个该是正？另外就是一个志向。那爱把那个既有改革性，改革性然后不要让它只是一个事项，所以讲吼爱提出来，咱听着道理，来把咱所听的道理，落实在咱的生活当中。哦，那讲来到道场，咱来开时间来道场，哦，开时间开精神，听讲师讲，规天的道理听听，结果就是感觉哦，听讲师讲了明白。来到这都在听讲师讲了好，还是讲了歹？一个就是呢，感官意识无对，拢无解。感官我是我，感官对着咱的就无在行。安尼咱的信仰，永远无法度完成。所以讲吼，要开始去改认识啦吼，把咱所听到、所得到，开始改认识，在咱的生活当中落实。最后就是爱将万众一心化为力量。其他宗教来讲吼，讲这个时代，北洋时代，吼，要做百劫三折波罗
上一心嘛吼，但是我万上爱一心，这还是力量哦。所有的人，一万的人，都想着讲我要办三十活动，这一万的人的心，拢是为着要救度众生，要救度家己，救度众生，这是你一心。啊，你是爱办，够力量，有啊，这力量太多。啊，如果讲这一万的人，有一万的心。
Thank you.
请把这些交给我们爱心爱心行不行，我爱我们的乐曲，希望我可以把它谱得非常的辉煌，也许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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